我们要开始了，好，先抽奖好不好？哎，有一问呢，好了，一问你可以，你可以猜迟到一秒没关系。一波好 ，OK， 还有谁？还有谁？哦，还有谁 ？OK， 好，我们呀，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先抽准时奖，有两位呀，说不定是你还是我。好，我们开始转的，我来。原来这里现场的 Henry， 你每一次那么幸运哦，厉害！好，线上的 Henry， 恭喜！好，第二奖，我们来看，我们别灰心，在线上的还有在这里的，好，来抽抽抽。恭喜！被你们抢到了，啊，太厉害了！好，但是 Henry 跟依依雅芳放心，后面还有三个大奖，你们的名字没有被拿出去，所以你们还是有机会抽后面的三个大奖哦。Yeah. 所以你们不要离开哦，一定要在这里哦。OK。准时奖是50,000的红包。OK， 没关系呀，多少都可以，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来一起祷告哦。我们要开始之前 ，OK， 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专心我们的心， Man. 我们跟上帝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虽然还疫情，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非常感恩，无论我们在线上，无论我们在这里的，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这个八福新春虽然只是一个仪式，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你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心每天对你都是新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每天都是新的。感谢耶稣，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八福华语礼拜，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眼睛都能专心仰望你。感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小游戏哦。哇，这个游戏呢，虽然那个线上的不能玩，但是你们来可以看这里的，大家可以一起玩 ，OK？ 你们知道吗？老与剩，知道吗？有人知道吗？就是那个家很多菜，通常是那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有那个，对，有人知道吗？老生，对，有知道鱼剩呀，就是捞鱼呀。好，今天呢，恩恩可以帮忙发红包呀，这里有实体的呀，给发红包，让这里的所有的人可以拿到这个红包，赶快去分。好，哎，妈妈说，你们在线上的要的可以跟我说呀，等一下我会寄到你们家 ，OK？ 全部拿，赶快拿，所有的在这里都可以拿。OK， 那今天我们要玩这个捞与剩的游戏哦。OK， 但是我们来看，今天有两位或是三位是中奖的，我们来看他们。OK， 每一个人可以打开，然后拿出来你们拿到的是什么。好，拿，赶快拿。OK， 忍耐哦，线上的我们来一起看。好。好，拿到什么字呢？133，好。Henry 拿到旺，好，拿到福。OK， Jelina 拿到福，还有呢 ？OK， 还有谁？旺，好，姐。还有谁还没拿？爱信福，
好，今天果然有三个福的人已经中奖了。好，你们三个请上来。我们要怎么玩呢？好，等一下我先拿。对不起，忘的没有，只有福的才有啊。OK， 大家有看到吗？这里有非常多的现金呀！哦，有红的，对不对？有蓝的。OK， 今天他们要捞这些，这三个中奖的要捞这些鱼，就是这个钱呀，看谁捞的最多，那这全部都是他的。但是呢，哎，但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这样那么容易哦，我们要把他们的眼睛盖起来，然后呢，他们要用筷子夹这个钱 ，OK， 好 ，OK， 我等一下，你们很期待对不对？好期待看谁捞的最多鱼哦，好，是谁？是谁？不是，行。OK， 来阿古斯，你的盘子给我哦。来，我先帮你拿。来，你们先戴眼罩，口罩也可以当眼罩哦，你们知道吗？然后这个筷子都是干净的哈，所以我们是还是注重健康，注重防疫。OK， 来，阿古斯，来 ，OK， 你的筷子在里面。我下去先。嗨，加油！好，好，等一下，阿古斯，你可以往前一点。OK， 你来 stop。OK。没有，我们让勇气就去外面好了。OK，OK， 我们要数时间哦，呀，看。一分钟，他们谁捞到最多的鱼哦？好，可以吗？预备，预备，等一下，我们先看哦。等一下 ，OK， 预备，开始。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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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Lina 好厉害哦 ，Lina！ 加油 ，Lina！ 哇 ，Lina 好厉害 ，Lina 一百万了 ，Lina 一百万了，哇哦，哇哦！阿古斯加油！加油！加油！继续继续，还有还有，继续！加油加油！哇，丽娜，丽娜平常每一天都在捞八宝哦，她习惯了，习惯了。OK， 加油加油，还有一点点，还有还有。给他们十秒哦，十九，对对对，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耶！恭喜！好 ，OK， 好，恭喜艾丽娜姐赢了。来给他给大家看你的鱼，这个不错，可以 parking 了这个呀，哇，哎，这年轻的怎么没有捞到这个鱼？好，恭喜他们，Elena姐捞到最多鱼，好，请坐，都给你，都给你们，哎，这个给你们，给你们，好，可以。盘子要还我就好了 ，OK， 好，好，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原来筷子
不只能加食物呀，也可以加这个钱哦呀。所以大家记得呀，在这新年我们不是在跟家人一起团圆吃饭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非常感恩可以跟家人团圆在一起，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服侍神，一起听这个听神的话语，一起敬拜赞美神。OK， 好，在我们要敬拜之前，恩恩要跟大家拜个年啊，他要跟祝福这里的所有的阿姨、公公婆婆、叔叔们，让在这新的一年里，大家都可以有快乐的新年。好，我们来一起看。我的叔叔阿姨们、公公婆婆们，祝你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八福临门，耳目加宾，鼻子同心，感谢主恩，笑口常开，万事如意，出入平安，阖家幸福，四季平安，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心真诚，天天喜乐，靠耶稣事事平安。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耶稣，我们要听神的话，预备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哦。还有哦，大家会拿到红包，而且会有三个抽奖哦。会不会是你的名字？会不会是我们的名字哦？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八福新春。华语礼拜，耶，耶，哈利路亚！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八福新春华语礼拜开始之前啊，我们呢要彼此来祝福， Man. 所以呢，可不可以大家伸出你的双手，好不好？Yeah. OK， 然后呢，就像平常我们会遇到人的时候，我们恭喜是怎么样？是这样吗？恭喜恭喜是这样吗？不是哦，是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呢，大家打开你的 camera， 打开你的 video， 然后呢，我们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好不好？跟大家说，恭喜恭喜新年快乐。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在开始敬拜主耶稣之前，我们用这一首歌来彼此来祝福。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福杯满溢。愿上帝圣灵充满你，上帝话语激励你。阿门。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耶稣基督厚恩待你。愿万事亨通，日子更美丽。阿门。天天与主关系更亲密。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不仅祷告大有能力，愿新的一年充满新盼望，与主同行乐安康。更开心一点好不好？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福杯满溢，愿上帝圣灵充满你，上帝话语激励你。阿门。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耶稣基督厚恩待你。愿万事亨通，日子更美丽，天天与主关系更亲密。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如今祷告大有能力。愿新的一年充满新希望，与主同行乐安康。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愿
新的一年，天晴似风烛，立足同心团再一次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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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祷告大有能力。愿新的一年充满新盼望，与主同行乐安康，与主同行，与主同行乐安康，最后一次，与主同行乐安康。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不但要彼此来祝福，我们今天发福的每一个人来到线上，来到现场，我们就是要祝福耶稣，因为你的名带着能力，你的名带着自由，你的名带着满满的恩典，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宣告神在这里，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再一次，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我们一起唱哦，合一聚集，热切期盼寻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转变，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我来宣告，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显现，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好，一起拍手，哈利路亚，耶稣，再一次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阿们，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相信，这里将和在这里，荣耀，荣耀彰显，奇妙的即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灵在这里，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尽心无自己，一山倒海星星，千里不断神奇，期待未来温度奇妙事，再一次神的灵，神的灵在这里，就要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哦哦，一山倒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我们一起来拍手，在这里，又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
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赞美你，赞美你，阿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虽然主啊还是知道，主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自己的家里面，主啊，但是还是相信，主啊，你就在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当中。主啊，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在教会聚集，但是我们的家就是神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是你的家。谢谢你祝福弟兄姐妹，不因为在自己的家觉得少了什么，反而他们的家满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将今天的聚会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耶、yeah, 大家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哇，真的非常开心，这个过年的时节我就有机会把这件中山装拿出来穿了。真的一年一次，每次都是那个中秋节啊、端午节啊、新春我才能穿，平常穿有点奇怪。那更特别的感谢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口罩也不太一样。哇，这个我们还刚好找到满满都是福的口罩耶、yeah! 可以寄给大家，可以寄给大家。对，今天很认真参加，对，大家很认真参加，可以可以可以，我可以寄一个口罩。对，那也谢谢这个怡温好两年前送我们，我们看看大家好不好，那个阿古斯帮我看一下大家、哦、那个 gallery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红包树。哇，这个是怡温好几年前就送我们，到现在还非常漂亮。哇，太棒太棒，一文在，一文穿红色今天。对，好不好，不管你在你的手机上你的荧幕上看得到几个人，你再次跟他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特别当然爸爸妈家燕的爸爸妈妈从巨港参加， Frankie Sunny 也从邦家参加、yeah. 欢迎他们。而且我刚刚有看到小张他从纽西兰参加，对，哇，我有看到小张，哈，他是不是在睡觉、啊、对，这个时间应该是已经凌晨了，但是他还是在我们当中。哇、啊、小张 hello, 欢迎你欢迎你。对，然后当然楚楚也从台湾参加耶、yeah, yeah, 欢迎欢迎。对，然后呢蒙恩，对，刚刚蒙恩他是在哪一个岛，苏拉威西嘛，苏拉威西岛、哦、对，那今天当然我们要特别祝安安生日快乐、yeah, 还有丽丽、yeah, 还有丽丽、哦、只是现在没有看到丽丽、yeah. 好，所以感谢赞美主，可以帮我放投影片、哦、那真的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哦、我觉得在祷告说，哇，这么喜乐的日子，虽然还是很遗憾我们八福华语礼拜已经停了快满两年了、yeah. 那我们本来心里想说啊，能不能感觉前阵子印尼疫情有渐渐的好转，是，所以我们本来想说啊，今年的新春如果疫情还是稳定、哦、我们希望能够开放哦，当然有限额的实体聚会，但是没想到最近 Omicron 又起来、哦、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还在自己的家中。但是我真的刚刚在唱歌敬拜，包含前面真的是前面小飞跟恩恩带的活动好不好玩耶、yeah, 我们先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非常用心预备，我们看到恩恩录的这个影片我们真的是赞叹啊，而且这个字幕也是有三种语言的，真的是了不起哦。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虽然疫情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我想神的祝福真的是大大的倍增了，阿妹吗？阿妹，我们的教会今年领受的一个意向年就叫做倍增的一 年、嗯、倍增的一年。所以我相信在很多的缺乏的当中，只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会有倍增。就像今天的主题，神给我们叫做什么？倍增的家、哦、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面要倍增，哈利路亚。大家弟兄姐妹相信吗？
八福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的家，神的倍增的祝福一定也会临到你们。不要觉得这只是在教会讲讲，因为神的同在不是只是在教会这个会堂，而是在每一个家。如果大家知道以前犹太人他们过安息日或是过节期的时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们要在家里面，父亲母亲带着孩子们就在家里面，就好像我们华人在过新年我们团圆是一样的道理。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领受的一个主题就叫做倍增的家。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家五口刚从台湾回来，那也谢谢大家的祷告，我们平安的度过了很多的关卡能够在这边。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觉得说，哎，台湾也是家，印尼也是家，我们回来印尼，我们回去台湾，好像都是回。所以我真的感觉到，当我们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来到印尼宣教，当我回应我们的呼召，然后我们能够结婚，神就已经在倍增我们的家庭了。阿们吗？阿们。而且这个家庭不只是外在的而已，我相信是一个很实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倍增。阿们。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这个新春的八福花一礼拜，我们要一起领受，我们要怎么在家中我们领受神的倍增，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主要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0章2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念中文或印尼文都可以，来，请。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铸成这事。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成就这事。哦，大家如果从这句经文，特别从英文，你就可以发现 The smallest one will become a thousand。 所以真的，当我看到这个，正好我们教会最近包含我自己在跨年的祷告会，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抽到的经文也是在以下赛亚书60章，我就真的知道说，哇，今年神的倍增的福要充满在我们当中。阿妹吗？就像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在读创世纪，我们就会发现说，亚伯拉罕跟撒拉从一开始他生出以撒一个应许之子，到后来我们看到以撒他生出一对双胞胎，对吗？对，以扫雅各，然后后来雅各怎么样生出12个支派，12个孩子。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一代一代，你就看到神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族就不断的倍增。当然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我们刚刚好读到，当后来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后来因为迦南地有很大的饥荒，有很多的缺乏，但是神预先派约瑟到埃及地，虽然他是被卖掉的，虽然他是被出卖的，他哥哥把他出卖掉，但是约瑟说，神把我带到这边是为了我们家族的好处。阿们吗？阿们。所以你就会看到从经文当中，后来雅各带着全家大小在这样的饥荒当中，他们就举家迁到埃及。圣经记载几十多少人？70人。哇，你看从一个小小的家庭成为一个70人的大家族。如果大家再往下去看，我们教会叫出埃及领粮堂，对吗？到最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多茁壮，最后离开埃及的有多少人？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上次 Elena 好像很快，这个有没有读到？哦，这个有点难哦。离开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有多少人？哦， next， 总共有60万的男生。哦，男生而已。哦，男生而已，再加上女人跟孩子，绝对是超过100万。哇，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相信你从这样的历史当中，你就很清楚看到至小的族本来是一对夫妻而已，但是当他们怎么样顺服神的带领，他们怎么样加增千倍，而且不只是千倍，万倍，更多更多，神的祝福
神的倍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阿妹吗？阿妹。弟兄姐妹，我们这边不是在讲数量而已，我们当然不是说哇，我们要生多少个小孩才叫倍增，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主的里面，神的祝福真的要倍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阿妹吗？阿妹。就像这句经文，其实如果大家知道、哦、我们的神学院 next， 我们的神学院叫做灵粮神学院，灵粮教牧宣教神学院，其实他们一开始我们台湾的母堂，我们叫出埃及灵粮堂，我们台湾的母堂叫做台北灵粮堂，那当时台北灵粮堂慢慢成长茁壮，就觉得有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神学院来栽培传道人，所以后来成立一个灵粮神学院。那时候其实成立这个神学院，哇，其他台湾还有很多的神学院是非常厉害的，非常有名的，所以那时候灵粮神学院是非常的弱小的，非常的不有名的。可是当时院长副院长他们同时也是领受以赛亚书60章兴起发光，而且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几年下来，哇，到去年后为止，整个灵粮神学院已经栽培了超过1000多位的传道人，哈利路亚，在全世界服侍神，阿们。所以真的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个见证只是要鼓励大家，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家很微小，没有什么，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但是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跟着主走，就像神怎么让以色列族倍增，神怎么让灵粮神学院倍增，我相信神也要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倍增，阿们吗？是，好不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大声来念以赛亚书60章第1节、2跟第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兴起发光，看哪、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这句经文大家如果知道以赛亚书60章的背景，其实在讲当时以色列人虽然这么壮大，但是后来他们远离神，他们背逆神，以至于后来他们王国被掳到亚述跟巴比伦国。所以真的我们常常中文叫做见古知今，我们真的要从历史，特别神国的历史，我们要学到教训，学到功课。是，当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神会让我们倍增，但是当我们远离神，其实那个祝福自然就等于我们自己离开神的祝福、yeah. 所以那个好像被咒诅也好，或者是亏损也好，有可能也是倍增的。所以你看到后来他们以色列族被王国掳到巴比伦，掳到亚述国，所以为什么经文说黑暗好像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可能我们过去的一年也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远离了神，以至于我们在一个黑暗的当中。但是今天让我们再次回到主的家，虽然今天你们没有办法回到主的教会，但是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当我们心再次来紧紧跟随他，那就是归向主的家。就像主他的心意说，你的众子就是他的子民要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要被怀抱而来。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不是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全家能够回家团圆吗？那更何况我们的天父何等盼望他的儿女不要在黑暗里面走，要继续的回到神的家中领受他的祝福。阿们。所以我要说倍增的家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回主的家。大家一起来跟我念这8个字好吗？预备，请。倍增的家，回主的家。我们再一次宣告哦，倍增的家，回主的家。Amen。所以我们不只是新年，可能我们现在因为疫情，我们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团圆，但是感谢耶稣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因着耶稣的名，我们随时能够回主的家。阿们吗？阿们。所以让我们经历今天在这个倍增的家里面
有三重的倍增。我相信是神今天要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给我们的祝福。第一重的倍增，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帮我按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到十六节，来，请。你虽然被铁器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 Amen。 所以虽然我们有时候因为离弃神，我们远离神，好像感觉被撇弃，甚至被厌恶。当然这边经文讲到的是耶路撒冷，他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讲，但是代表是我们神的子民，如果我们远离神，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好像黑暗被撇弃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里面，他永远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永远活着，他是大能者，而且他特别有一个应许，我觉得很棒，他要使我们成为累代的喜乐。 Amen。 Amen。 所以倍增的家里面第一个祝福其实就是累代的喜乐要倍增。 Amen。 Amen。 所以不只是我们这一代，我们每次唱诗歌，特别为什么每一次有恩恩在，我们就特别喜乐，因为我们就看见从八福二一礼拜的一开始，那时候还是小组，恩恩那时候还更小，他就开始在我们的当中，后来还开始帮我们扫地，还一直长大，现在还能够录这么棒的影片来服侍主。哈利路亚。Yes。 所以神这么美好的信仰跟祝福是应该要传承下去。Amen。 因为这喜乐绝对不应该是我们独享的。 Amen 吗？ Amen。 所以在主的家里面，累代的喜乐要倍增。Amen。 大家如果知道前阵子我们回到台湾，很久很久没有在台湾过新年了，哦，那感谢主，虽然我们这次也没有待到新年，但是我们提早在台湾我大哥的家有一点点，哦，互相给红包，哦，给新年的一个感觉，哦，那如果大家知道我们家有一个累代的传统，我们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买刮刮乐。大家知道刮刮乐是什么吗？美玲姐马上知道，就是刮那个卡片，哇，刮到就刚刚跟小飞的那个游戏有点像，如果刮到三个一千块，那那张卡片你就能够去换一千块台币，啊，如果刮到三个两百块，你就去换两百块，啊，如果只有两个，那就恭喜你，你没有中奖。OK， 所以我们很好玩，我们每一年的新年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送刮刮卡，哦，除了红包以外，哦，那今年我们还在台湾，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传统值得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只要买刮刮卡，我们想要送大家的是经文刮刮卡。耶，yeah。 Yeah。 感谢主让我们在灵粮堂有买到经文的刮刮卡，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送给我的家人一人一张，大家就刮，他也不知道会刮到哪一句经文，但是当他们刮出来以后，哇，真的是神给他们新的一年的祝福。 Amen。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把这个很好的传统从台湾带回来，所以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寄给你们一张，哦，可能有一些人刚刚好，因为我们有拿一些东西，那你们已经收到，但是没有拿到的没有关系，你一定会拿到这个经文刮刮卡，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累代的喜乐倍增在我们八福华语大家庭，在神的家里面。阿门吗？阿门。感谢赞美主，希望在过年之前，对对对，我们要尽快寄给大家，哦，okay。 所以我们等一下最后还有大合照，大家不要提早离开，因为我们要记录今天有谁来，那我们有参加的我们一定会寄给大家。那在台湾的怎么办？在台湾我们想办法楚楚我们想办法给你，楚楚好像已经在留言了，我刚看到是是 是一定一定。好，那感谢主，真的累代的喜乐要倍增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好不好，让我们继续一起来赞美神。我们先要一起再次用一首好听的诗歌，就叫做献上赞美祭。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求主倍增累代的喜乐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拍手好吗？好不好？ Yeah。 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赞美他。赞美主生命
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赞美，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敬，和已经摆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愿，生日能有求必永留在这里。好吧，拍手。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我们一起唱。倍增的喜乐要发生在我们的家中。Amen。 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敬，和已经摆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救兵永留在这里。哈利路亚，好不好弟兄姐妹，等一下一定要开口来跟着我们宣告，来跟着我们唱哦。 Amen。 Amen。 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来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引出耶稣，得胜都引出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引出耶稣，得胜都引，我们一起来宣告，得胜都引出耶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眼，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高有，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高有，神的高有就必永留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喜乐，再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好吗？阿门，哈利路亚。哇，虽然唱这首歌还真的蛮累的，但是为主欢呼是非常喜乐非常值得的，对吗？阿门。鼓励大家在你的家中常常宣告说，我们能够得胜因为主耶稣基督。阿门。就像这首歌的歌词，他说各个世代不分世代要在神的殿中欢呼大喜乐。阿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我们自己已经蒙恩了，
让这个喜乐，让这个祝福传到世世代代。阿们。这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托付之一，就是把神的福音、神的喜乐带给我们的后代，带给我们身边的人。阿们吗？主啊，是的，要倍增的喜乐。我们绝对不要自己喜乐而已，我们的喜乐要能够感染彼此。阿们吗？阿们。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们，虽然我现在没有听见你们的声音，但是我相信大家有被我们现场感染喜乐了。阿们吗？阿们。如果有，你举手好吗？来，我看看大家。有。看一下，看一下。耶、yeah, ，感谢赞美主。有。你们的笑容就是给主最大的礼物。是的。所以弟兄姐妹，虽然我自己真的知道，有时候在家里面参加聚会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在家里，我们仍然全心喜乐的赞美神的时候，那是更棒的祝福。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累代的喜乐要倍增，这才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样的倍增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好吗？来，给我们的同工，也是在以赛亚书60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请。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句经文，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倍增的家。第二重的祝福是什么？帮我按下一页，就是神的供应跟保守都要倍增的。神的供应跟保守要倍增，你就会看到这些经文，神应许神的子民回到主的里面，归回到神的家的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金子代替什么？上一页，上一页。OK， 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资源是很有限的，然后觉得没有什么，但是神应许他要把极美的供应供应在我们的当中。阿们吗？阿们。而且神形容我们在他里面就好像在一个拯救的城墙，神是我们的保护。如果我们只领受神的供应，我们没有神的保护，那很多东西祝福都会流失掉。所以神不只应许我们他供应，还应许他要保守。所以这个城墙的门就叫赞美。所以当我们刚刚为什么献上赞美祭，当我们献上赞美祭，就代表主啊，我尊你为大，我要住在你的家中，我要住在你这个拯救的城墙当中，我相信你保守我的产业，我相信你要供应我所需的到我的城墙当中。阿们吗？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前几年八福 Next 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华人过新年跟在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真的有很惊人的相似、哦、他们在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是全家团圆，他们吃苦菜，他们宰羊羔一起吃，华人过新年一样，大家一定会团圆，对吗？那以前在华人里面会吃一个叫常年菜，也是苦菜。那而且我们华人会贴春联，哦，那你会知道，大家知道在逾越节，哦，他们当时为什么逾越？因为神的灾祸要临到埃及的时候，神说，如果把羊血涂在我们的门框上的时候，神的那个灾害就不会临到这个家庭。所以你就会看见，其实每一次的过节都是让我们去纪念主的供应，去纪念主的拯救的一个好的机会。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还能够活着，我们还能够在这边不管实体或线上相聚，不就是已经是神的拯救吗？特别最近疫情有一点升温，大家难免担心，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健健康康的服侍主，我们还能够一起聚集，这不就是拯救吗？就像上礼拜我们说，我们要回想那起初的爱，我们要回想主的良善。所以我们 每一次在过节的时候，就像我们过新年团圆，我们就是把握这个机会回想我们家人对彼此的爱。所以我们每次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好好纪念主的供应，
直到如今我们还能够包给别人红包，这不就是一个神的供应吗？我们还有钱可以包红包给别人，这不就是一个供应吗？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祝福倍增的就是神要倍增他的供应，倍增他的保守在我们当中，阿妹吗？想要把跟你旁边的说，神要供应你，神要保护你，神要供应你，阿妹。这就是我们过年守节最重要的，我们要纪念主的爱。最后一个倍增，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60章20到22节，我们大声来念，请。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 Amen。 当我们住在神的家的里面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他的供应以外，他要使我们经历收获跟成长。 Next。 永远得地为业，永远得地为业。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但是主应许他要将我们想不到的祝福，得地为业的祝福上业在我们的当中，收获跟力量。当我们觉得微弱的时候，神不只是要加增千倍，他要让微弱的国成为强盛。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倍增的家，真的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同，但是今天主同样的要让这个倍增三重的倍增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倍增的家就是回主的家。有哪三重祝福？我们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好吗？来，请。累代的喜乐倍增，供应与保守倍增，收获与力量倍增。我们就是这么蒙福的子民，阿们吗？但是关键我们要回主的家。如果我们偏行己路，我们离开神，这么美好的祝福是我们自己选择放下。今天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朋友们，你愿不愿意领受这美好的祝福呢？今天我们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 Yonki Lina 要来为我们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歌名就叫做蒙恩。我祝福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蒙恩的子民，我们将时间交给他们。
赦免我们的罪，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以我们为你传言。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恩爱赦免我们了，你必怜悯，你必恩待，无尽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赦免万难，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赦免万难，你必怜悯，你必恩待，如今的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赦免万难，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今世与我同行。最后我们一起再唱一次，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我们同行，连连宽敞在你眼前。我感谢赞美主，谢谢永吉丽娜，谢谢。真的，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好吗？让我们有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像这首诗歌说的，我们是蒙恩的子民呢？我们想不想要做这群蒙恩的子民呢？阿门。我相信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参加一个聚会而已，我们也不是只是热热闹闹一下而已。我们知道我们太有限了，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也还有很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但是真的，今天神应许软弱的他加力量，他要使软弱的成为刚强。或许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努力了很久，我们的力量衰微了，我们的爱也枯干了，可能已经觉得很累了。本来好不容易疫情快要好，可以出门或是可以来教会，可是怎么又来，好像又再一次一波，觉得好累，要到什么时候？真的，我们看环境，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看人很容易，有时候也是会灰心。但是今天让我们单单的仰望神，让我们回主的家。回主的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回主的家就是当我们承认，就像刚刚这首诗歌承认，有时候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远离了神，或是我们有时候太过于急躁，太过于担心，我们承认，然后我们悔改回到神的家中。阿们。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等一下再唱一次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好不好？让它成为我们的祷告，让它成为说，主啊，我们想要做一个蒙恩的子民。阿门。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了，或是你还没有信主受洗，我都鼓励你今天来领受。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不停地恩惠一生跟随。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好，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说，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我们来领受主的恩典。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你必怜悯，你必恩待，你必亲自与我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给的不多，让我们今天如果只是一个节目，这一切都是枉然。主啊，我们能够给的就好像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那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主啊，今天我们要说，主啊，我们有的也不多，主啊，我们也很有限，主啊，但是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阿们，送给大家，阿们，包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因着耶稣怎么样为爱降生在这个世上，因着耶稣怎么样只在世上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因着耶稣怎么样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因着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要来使我们刚强。阿们。今天我奉耶稣的名，将这个倍增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当中。倍增的祝福，哦，主啊，是一个累代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家中。阿们。哦，主啊，是一个有神的供应、有神的保守充满在我们的家中。哦，主啊，有你的荣耀，有你的收获，有你的能力跟力量在我们的家中。阿们。谢谢耶稣。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不管你信主没有，好不好？你如果你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欢迎耶稣，就好像你邀请耶稣做你的城墙，你住在耶稣的城里面，得到保守，得到奖拯救，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的，主，谢谢耶稣。虽然我看不见大家，但是耶稣你看见，每一个愿意欢迎你的，你将这个倍增的福充满在他们的家庭当中。阿们。谢谢耶稣，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跟旁边有人说，倍增的家。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飞，有点报告。好，我们再一次掌声归给上帝。阿们。哦，我非常被这个好久没有来这里，我要真的非常被祝福，因为神这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爱需要再倍增，我们的家倍增，我们的爱也是从上帝而来的。Amen. 我记得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爱很有限制，好像我们只会很自私的看到自己的需要，但是当我们
有上帝的爱，我们在这个巴福大家庭，在这个教会的家庭，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爱超越我们想象的。哎，我们可以关怀别人，我们可以打电话关心别人，那是从上帝而来的爱。阿门。所以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人，虽然可能只是线上呀，非常感恩有上帝的爱，非常感恩有上帝的爱。好，对，感谢主。好，我们来一起听报告。OK， 第一个是我们的奉献，记得我们的奉献可以透过 offer， 可以透过转账。也虽然我们没有来这里，但是我们可以用呀，现在很方便嘛呀 ，transfer， 要 offer， 要 go pay， 要转账都可以。记得，因为上帝不是看我们的数目大小，但是上帝看到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忠心的给予。忠心，上帝一定会看到。阿门。所以记得不要忘记呀，要奉献呀，因为我们是成为基督的孩子，我们一定要来祝福我们的教会。阿门。好，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协会，就是爱灵协会，欢迎大家，因为上帝也说我们要看顾孤儿寡妇。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爱心那个协会来帮助一些像我们教会有领养一些小朋友，他们没有经费读书的。那如果你们有感动，你们来可以一起奉献，从这个 bring to hopeless 呀，就是带给没有希望的人希望。所以我们从这个也是可以祝福我们的教会，从这个协会。现在我们教会还有去那些这个就是在桥下贫穷的小孩，祝福他们。我们教会也是有参与，就是叫做 City Care。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们感动的话，你们也可以奉献，然后给我们的教会来协助我们的协会。 OK， 好，然后呢下一个报告是我看一下，下一个报告是好，我们的巴福下礼拜还是五点钟的时候，记得不要忘记五点钟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聚会。那刚好是第一个礼拜我们有圣餐，所以大家在家里预备你们的那个饼，还有预备你们的看你们的有葡萄酒的，有饮料的，没关系，只要我们带着我们的感恩的心，上帝都会看重。阿们。所以记得四点半还是我有我们的祷告会哦，大家欢迎参加祷告。你们知道吗？祷告的力量多大？当你们祷告的时候，魔鬼、撒旦会走开的。阿门。你们要相信这个，因为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的孩子，他是可以看到这些什么那个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他说，每一次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圣经是我们的宝剑，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那些魔鬼什么之类的都会挪去。阿们。你们知道不是那个就是会看得出来的那个鬼是很可怕的，是那个就是常常在你们旁边说，哎，不要来教会，不要看圣经，就是会跟你们碎碎念的那些才是最可怕的。所以为了我们要为了避免我们有这样负面的想法，就是要看圣经。阿们。阿们。所以记得呀，一定要看圣经呀。阿们。我们的灵才有吃东西，然后我们的里面的灵更坚强。阿们。阿们。我们教会也已经有已经安排好了每天要看的圣经，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来看圣经，也有听的。所以你们如果就是好像圣经太小，你们也可以听播放的，也是有。OK，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看圣经。阿们。还有呢，我们的小组呀，有 Hokkien 呀，有文心他嘎呀，大家都参加呀。虽然可能我们的哈嘎没有每个礼拜，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每次我打电话给叔叔阿姨，我说好像是叔叔阿姨来祝福我，不是我祝福他们。他们每次打电话就很关心我，所以我们在小组里不是谁给比较多，但是我们互相关心，这样在耶稣爱里就是越来越大的爱。阿们。所以大家记得要参加。好，最后呢是三个大奖。
什么奖、啊？给我举举手，给我举举手，要这个奖的、哦、呀！你看哦，第一奖500，第二奖300，第一奖100，所以给我看你们挥挥手， yeah~、有的也挥挥手，要，拍 video 记得，我要看到你们的脸呀，我要看到你们非常期待这个红包哦，对，有吗？表情要明显，有，我看到你们有没有很明显啊？好，我们先抽第三奖 okay, 来吧，祈祷是谁的名字出现、yeah. 一二三，我呢是谁的名字、哇，我耶，哇，原来是 Angel 姐，我奉献，好，奉献，谁叫我今天站在这里面，对，好，所以佳燕姐要奉献，对啊，所以没有提交资格，我就是奉献，好 ，OK OK， 再抽一个第三奖，好 ，OK， Go Go， 哦。耶，一音波第三奖，耶、yeah. ，一下汇钱给你，耶、yeah. ，恭喜，耶、okay, yeah. ，好，赶快祷告你们第二奖，转啊，来，有，哇！有没有打开 camera？ 恭喜美兰老师，有，马上打开来吧，好棒，好，最后一个大奖，赶快祷告哦，你们，讲一两句话，好，美兰老师，得奖感言，祝福，心存祝福的话，谢谢你，我心好高兴，高兴，那你要祝福我们什么吗？当然要祝福你们健康哦，阿妹，谢谢，耶！音波，你也要说一句话哦，不用客气话，麦克风，音波，打开麦克风，你可以猜音波说什么吗？客气话，音波说：好，谢谢你们大家，我非常高兴，祝大家。健康，没办法开 ，OK， 没关系，好，没关系，好，最后一个奖谁要啊？请挥挥你们的手，好，祷告哦，谁会抽到这个奖呢？棒，好，棒，你说，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生命都不见了。鼠妹老师，有吗？有鼠妹老师吗？有鼠妹了。鼠妹老师在哪里？要打开 camera 哦，要打开 camera 哦。鼠妹老师，鼠妹老师，我没有看到你，等一下就变我的咯。也是变我的咯。我跟 Angel 一起分哦。好好，鼠妹老师有吗？好像没有。有吗，鼠妹老师？是不是鼠妹老师在吃饭？鼠妹老师有吗？可是那怎么办？好，自身传道来决定。好，好 ，OK， 那我们就算了。我们自身跟佳燕要送给大家多一份红包。哦，好，500吗？300。哦，300啊，我以为是500。好，因为加运费就200。好，大家来，在最后一个奖哦， yeah. 这个是快乐奖 ，OK。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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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名字，叔叔辛苦，恭喜叔叔啊！快差一点是我的名字，叔叔辛苦，恭喜你，这个钱我先给教会，先给巴夫教会。
哇哇，谢谢叔叔新华，奉献给八福教会，那我们再好谢谢叔叔新华的爱。 好，最后谢谢，我们要一起来一起来唱祝祷那个我们的快乐的祝祷歌。好，我们一起来唱刚刚的祝福你好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要站起来哈、哦。无论如何，我们拍手来唱这首祝福你。好、哦，恩恩来，恩恩来，一起唱哦。一起拍手。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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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大家和谐安逸。愿上帝圣灵充满你，上帝话语激励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流出基督厚恩待你。愿万事亨通，日子更美丽，天天与主关系更亲密。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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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大老大有能力。愿新的一年充满新盼望，与主同行乐。跟旁边人说祝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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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充满大有能力。愿新的一年殷勤侍奉主，与主同行传福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没有抽奖的，没有抽到奖的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是倍增的，是超过一切的，好吧？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让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将今天的聚会献上一切的感恩，让我们还能够在这边过节，虽然很不容易，但是都是你的保守，都是你的供应，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要再一次，我们的心要回家，不管今天有没有抽到奖，还是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到这个倍增的祝福。谢谢耶稣，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还不要离开好吗？我们一起合照纪念一下。好，那 Gallery Mode 帮我按一下哈。那可以的话，最后好不好？把你的影像打开哦。真的，我们很难得见面哦。最后我们一起留一张线上的合照。那今天有参加的人，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哦，把这个现场的经文刮刮卡我们会送给大家，是好不好？最后我们就把这个荧幕打开，那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样拜个年的姿势好吗？哦，我们跟彼此拜年哈、哦。好，准备好了哈、哦，看镜头，来一杯，数到三，一二三，新年快乐！啊，不是有按 green screen 吗？再一次吗？可以吗？好了吗？好哦，对，一粒青还没有，再一次哦，最后一次哦。好，还没有打开的赶快打开。OK， 我们准备哦。如果你在家里面，你可以打开你的口罩哦，可以打开没关系哈、哦。我们今天好像有一位新朋友，也叫 Agus， 那位我不认识谁，不认识是谁，那个女生，对，不太认识。好，没关系。好，那最后我们再来拍一次最后的合照哦。来，数到三，然后我们就一起用八福宣言来结束哈、哦。蒙主赐福，成为祝福。来，一二三，蒙主赐福，成为祝福。耶、yeah ！新年快乐！